喺1980年代讀大學，1990年代開始做大律師。嗰陣係我認為香港最光輝嘅一段時候，自由開放，機會處處。喺《鏗鏘說》呢一個節目入面，我會同嘉賓睇翻嗰個年代嘅《鏗鏘集》，睇翻以前嘅事，當然可以喚起好多美好嘅回憶啦。但係除咗記住呢啲好嘅嘢，我更加想同我哋嘅嘉賓傾下點樣令呢一啲美好嘅事成全落去。我細個冇嘢做啦，喺屋企咁就會聽收音機同埋睇書。咁聽收音機嗰陣時咧，電台有好多連載嘅廣播劇，咁就其中有一個就叫做《女黑俠木蘭花》。咁聽聽下，覺得哇好引人入勝。咁跟住就見到原來係有書出嘅添。咁寫書嗰個人咧個筆名叫做魏力。到讀中學嘅時候咧，就有人就介紹咗我睇，就叫做《魏斯理》呢一個系列嘅小説。痴迷到嗰陣時會追咯，譬如話《魏斯理》係一本夾住一本咁出嘅，嗰陣時係會追嚟買。有童年偶像，我唔知講咩好啫。我就知道原來倪匡先生佢背後咧都有一段好有趣嘅歷史嘅，佢喺大陸出世同埋長大，但係跟住佢經過一啲政治嘅運動之後咧，佢就輾轉走難就嚟咗香港，咁所以佢背後其實咧都係有一段即係我諗係好引人入勝，同埋可以令我哋即係學習到好多嘢嘅一段個人嘅歷史嘅。康叔，今次咧揾你上嚟呢一個即係地步，同你做訪問同埋食嘢咧，係有個特別嘅原因嘅，知唔知係咩？我唔知。唔知你望下啲碟咩嚟？叉燒咯，肥叉燒。肥叉燒，但係即係我就聽聞咧，其實即係肥叉燒在你嘅心目中係有一個特別嘅地位，因為聽講話你當年嚟到香港第一餐就係食咗一餐美味嘅叉燒飯，係啊，都唔係第一餐，即係嚟到香港第一次憑自己的勞力揾到錢，嗰陣時三個半一日人工嘛，俾六毫俾工頭啊嘛，自己收2.9啊嘛，叉燒飯7毫子一碗嘛，7毫子叫一碗叉燒飯，叉燒又紅飯又白，哇真係好食到咧！咁即係你記憶中叉燒就係其實當年你嚟到香港第一餐自食其實，係啊，而家都係做翻嚟。而家有啲流口水係咪？試下你試下呢碟點先啊？呢個吞唔切咧，真係蓋咗佢啦，我夾俾你啊！嗱，呢度嗱，咁大嚿，我而家咬唔住，咬唔到，輕輕細細啖，係啊。最中意食肥肉，揾唔揾到肥啊？裏邊而家有肥，但其實叉燒回應翻，好似話你喺內地嘅時候咧，都有一餐肥豬肉，亦都係即係你記憶，亦都好深喎，係嘛？我嗰次肥豬肉好好玩嘅。點啊點啊！我係鄉下喺處行啊，忽然間聞到一陣香味。係。哇！即係咪循住個香味行過去咯？行過去，原來兩三個鄉下人自己偷宰咗一條。一頭豬啊，喺度喺。咁總之你有冇埋去？即係佢請埋你食。我咪行埋去咯，行到10.5，我都停住喺度啦，已經口水滯咗聲。但係嗰陣時上邊係窮困噶嘛，係嘛？佢哋自己偷偷地。佢唔准宰豬嘅。OK。犯法㗎，個三個鄉下人見到一個足球軍裝嘅人行過嚟，企喺度，佢哋都驚。你點會著住軍裝嗰陣時？我嗰陣時係著軍裝嘅，咪水。你做公安嗰陣時係嘛？屬於公安部隊㗎嘛。咁你過到去見到佢哋即係偷偷地劏豬食，咁你去執法定係你食埋一份？我冇去執法，我哋企喺度唔喐，企喺度唔喐，佢哋三個。佢哋三個都自己盡量商量，然後攞只一大隻碗就裝咗一大盒
會嚟俾我。我請埋你，好嘅 ，OK。鏗鏘集港台咧，佢拍過一個特輯，就係講當年咧內地大饑荒嚇。我哋一齊呢個大饑荒，你正拍得到啊！大饑荒正餓死幾多人？大饑荒係啊，嗱，我哋睇一睇啊。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当时的人们消除一切纷爱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就你。根据官方记载，五十年代尾出现的自然灾害引起饥荒，造成大量人命死亡，但是官方从来都没有透露到死亡人数，直到2011年才在中共党史上记载1960年中国人口减少了1000万。但是学者的研究就发现，1958到1962年死亡人数最少3600万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农民。这里说老爷，大饥荒嗰阵，餓死是所有死亡當中最痛苦的一種，是慢慢咁樣死啦。這裡有一棵桑樹，因為那個桑樹葉是甜的，大概桑樹皮也比較的味道好一點。那可能鄰居家也來偷，所以到60年活活這棵桑樹就被吃死了。60年那個時候，村民們到處找糧食，看你家裡到底藏糧食沒有。家家户户的找，如果吃那种东西的话，拉出来解出大便来还是整的，他就会看你的厕所，看你厕所里有没有没消化完的食物。我父母从59年饿死一个，60年饿死一个，那个时候很困难的，你不能提那个，要提那一言难尽，寸步难行，那个时间就是吃草。人吃草啊，人啃腐皮，我亲眼见过，那饿的，他有的那人，这怀里揣着上小孩头啊，在怀里揣着，搁火窝里烧的糊里满天的，挥不住的，那都啃了，个人看也不，那会这毛茸茸火肉也不能放，都给我饿死，也不能那想，还得吧。那是院这个基层底下的干部。杨继成90年代开始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走访全国去查档案，搜集大饥荒的资料，但是花了10几年的心血，在内地没有出版商愿意帮他出版。吃观音土的，你看观音土就不能吃的，实在没办法。吃土群众普遍反映肚子疼，拉不出来，甚至因此而旧病复发，造成死亡。你看，特别是今年这样的严重饥荒，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没有公共食堂，今年不知道饿死多少人的，不知还有多少逃荒的。今年不但没饿死人，还就怎么，我旁边写的很神经，胡说，我自己写的。真是胡说八道，这都是人的生长讲话的。喂，倪康先生，你头先讲过啦，就系大饥荒你就冇经历过啦，你落咗嚟啊。但系之前有个小饥荒，你经历过啊？小饥荒系因为粮食有个政策叫做粮食统购统销，系即系所有个粮食完全要交俾国家管理，私人唔可以管，即系要上缴。全部要給國家，全部要賣俾國家，統有國家統一分，再嚟統一分配，咁就造成饑荒啦。咪就農民有啲唔肯買，有啲收買咪俾人抄出嚟，
有啲就放单，放单食晒佢，有啲连总之都食埋，就变咗小饥荒啦。嗯，人其实种种死法咧，其实饿死系最辛苦。最。但系你自己都饿过啦，小饥荒。其实你亦会唔会忆得起，即系肚饿嗰个感觉系几痛苦咧？形容得真系。永遠食唔飽啊！我唔使，永遠食唔飽，永遠係恐慌嘅當中。非常痛苦啊！基我嘅感覺，而且基同寒係變埋一齊嚟。我試過成個冬天都未暖過嘅。嗰陣時食到周圍去揾嘢食，我揾過。找到一條四腳蛇都不知道多開心，即是肚餓的時候的感覺就是你看到一些任何現在想不到吃的東西，你都會什麼都要吃，草根樹皮四腳蛇草根，剛才片講過吃樹皮，找到一窩蟻，蟻就走散了，不吃得了，找到一窩蟻竇裡面有很多蟻蛋，在這蟻蛋都吃得，真的很灰氣，那個蛋怎麼不吃得，蛋不出來，即是人肚餓起上來，其實你那個可以容忍食到啲嘢嘅程度，其實真係已經係低到無可再低㗎啦！真係。細佬哥有試驗嘅細佬哥，我親眼見到，揾到即係咁大嘅甲蟲啊！做屎壳窿啊！你嗰啲甲蟲就係推嗰啲屎變咗糞球咧，就嗰啲噶啦。哇！灰氣到啊，四五個人就即係夠蟲又食，夠屎又食㗎啦，就會。即係燒嚟食咯。燒嚟食搶啊！喺搶我喺旁邊睇住，我都想搶埋份，有實在唔好意思。但係嗰陣時都已經係小饑荒嘅時候啦，諗下大饑荒幾慘啦。小饑荒嗰陣時仲有糧食分配嘅喎，我哋仲分配到55斤糧食一個月嘅喎，不過唔夠食啫嘛。點解會喺1957年嘅時候走嚟香港咧？冇辦法唔走啦，因為我所工作嘅單位，個單位書記係都要砌我，係都要砌我罪名。點解佢要砌你咧？嗰陣時我都即係得罪佢哋，先得罪佢。我貪得意，揾只跛咗個母狼啊，放鬼嘅鬼嘅坑啊，放兩隻。狗公入去，生咗一竇出嚟，生咗六隻狼仔，咁生咗一竇出嚟都罪不至死噶，好得意啊！嗰六隻狼仔你見人就咬，好惡噶，但係對養佢嘅人嚟講好服噶，就你養佢嘅，我同幾個同事一齊養佢，所以對你哋千依百順嘅。咁啊，嗰次領導又落嚟，視察工作啊嘛。我哋知道嗰啲狗仔一見到領導一定闖禍噶嘛。哦。就問佢喺間房仔度。係啊。喺嗰間房係放工具嘅。鎖住門。係。咁啊，領導咪周圍睇佢背啦，好滿意啦。忽然間見到間房仔，又真係當衰。啊！呢間房。點解要加鎖喺度？話工具房嚟嘅，啲人怕人偷，有人偷工具噶嘛？係，打開嚟睇。咁啊，攞嚟衰啦，係咪？佢好大力啊！一個蒙古人嚟，一扭就扭開咗呢把手。打開門，咁咪嗰六隻狗出嚟。咬佢啦！咬佢就俾佢打死曬，佢有槍啊嘛。哦。咪運我係一個四周圍完全冇人嘅一間唔知爛鬼屋度。係個處檢討反省。要謀劃對付我啊嘛，叫我寫檢討書啊嘛。咁你又寫咗啲懺悔啊，即係要夾硬諗啲嘢出嚟懺悔啦。寫好多，我後屘寫過寫到咁快就咁訓練出嚟。即係其實你而家做咗即係小説家，其實當時要憑空咁樣捏造好多罪名，其實都係咁樣即係訓練出嚟嘅。咁啊，我一個朋友話：你好大鑊啦！佢你至少判你唔知有幾多年啦，你都受地牢嘅。咁我話點啊？佢話太我偷一匹馬俾你，你快啲逃啦！即係有個善心人喺裏邊就透露咗啲風聲俾你聽，就叫你好走啦。係邊個嚟嘅咧？其實係個我頂多諗起佢名嚟，就係救命恩人嚟㗎。咁但係佢就私下單聲俾你聽，咁就將我再個偷匹馬俾你走。我話走去邊咧？佢話你朝北走。佢話你見到蒙古人部落，你就要蒙古人收留你，蒙古人肯收留人嘅。
流放咗去蒙古住之後，跟住你後來就輾轉翻翻去上海先嘅。係啊，嚇，跟住先落嚟。1957年5月份到上海都耽搁咗個幾月啦。嗰陣時上海正處於大明大放嘅後期，你唔知咩叫大明大放，即係毛澤東話，共產黨有咩缺點？佢叫你啲人啊，即係其實引蛇出洞啊嘛，你班人出嚟批評我咁啊，批評啊嘛得啦，你夠膽鬧我咁就明者足戒，言者無罪，即係咁講，咁啊嗰班傻佬咪猛講咗啦，講跟住就一個二個就即刻變右派分子，全部個個都真係用永世不得翻身，嗱嗱亂啊社會度，有一批人唔知點解包辦人嚟香港，哦，即係做蛇頭咁好似，而家做蛇頭咁古怪啊！我真係好明，而且公然喺報紙上登廣告喎，話要嚟香港，我從幾時幾日嚟咩地方接頭，我去到成扎後生仔喺度，佢分兩種，你識唔識講廣東話？識講廣東話嘅平啲，100元，唔識嘅105元。嗯，頭先你就講起啦，就即係共產黨嚇，即係呢個大饑荒之前有小饑荒，跟住大明大放。咁你其實有一樣比較大嘅事蹟，其實你就咁啱咧逃過咗嘅，就係、是、文革、文化大革命，叫天之恨啊！係啊，嗱，其實咧，大全民大瘋係啊！嗱，我哋睇翻嗱，當年咧又係啦，港台鏗鏘集咧，嗱，我哋又分享翻咧，就係、是、鏗鏘集，你都拍過就係文革嘅一啲嘅回憶。1966年5月16日，已故领袖毛泽东下达中央文件516通知，发动文革。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全国经历翻天覆地的转变。去年年头，在广东塔山这里兴建了全国第一间文革博物馆，由民间自发，经历10年筹建。其他好多翻共嘅人都提到文革就咬牙切齒，我提到文革我好歡喜，我冇呢個運動失共產黨比文革更加多嘅。哦，你共產黨嘅高級嘅將領，從元帥到國家主席，差唔多俾佢殺到七七八八啦，咋？退休前係汕頭市副市長。咁我呢個人唔知點解咁狠心咧，大家一齊幾十年搞革命搞成功咗，可以咁樣嚟對付自己嘅同事同僚。嗱，睇翻啲人啲回憶嚟㗎，四天娘娘，這個社會大家共知的，因為我們這四天娘來啊，對這個問題還沒有很系統的展開來回顧來總結。在文革博物馆大堂中央，跨住著名作家巴金的大型画像。20年前，81岁的巴金在他最后作品《随想录》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千万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放在这边，这个再版的中文版。杨克林，文化大革命当年只是一个18岁的学生。巴金提出来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个构想，所以我一看很激动。巴金暂时可能不能建成一个实体的一个博物馆，我说是我们先做一本画册，先做一个纸上的博物馆。我们如果建立这个博物馆，也不是为了追究谁谁谁怎么样，是说不要为了不忘记这个历史，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反正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历史，不管是好坏。他们书本在香港已经发下去的大部分了，哎，大部分都已经发到国外，这是得到大陆的吗？啊，现在，到大陆啊，是大陆的。大陆可能来不了。大陆暂时现在还来不了。暂时还来不了。听说是在，意思暂时不让进来。其实呢啲嘅政治斗争啦，喺上边有啲你经历过啦，有啲就冇经历过啦。以你
見到或者聽到咧，呢一啲嘅鬥爭，其實你覺得對人性嘅影響係有幾大咧？文革嘅後遺症就係攞人類嘅道德底線已經衝破咗啦，冇底線啊！你一個後生仔可以無端端打死教師、打死校長，逍遙法外若無其事，仲可以得到最高領袖接見。仲可以耀武揚威咁樣落嚟，一路落嚟，佢所養成嘅，佢所養成嘅行為，都幾咁可怕。其實我諗而家呢一代嘅年青人咧，好多時候就淨係聽見呢一啲叫鬥爭嘅嘢啦，但係其實佢哋可能其實都係唔係好清楚，其實裏邊即係舉個例，鬥地主嗱土改啊，五十年代有鬥地主呢樣嘢，鬥地主就係共產黨忽然之間。又想到攞土地，土地分俾農民，佢最初係咁樣想嘅，消滅一個階層啊，老百姓嘅階層，佢要回去消滅佢。因為咧，我咧細個嗰陣時咧就好中意睇小説，咁咧就張愛玲啊，聽過啦，張愛玲佢有即係寫愛情小説之餘咧，佢就有啲寫有關內地嗰啲鬥爭嗰啲小説。咁我嗰陣時我買書，我寫埋個名嘅，係喎，83年。咁我83年買，但係佢好早寫《赤地之戀》，就係正正就係講嗰陣時土改。所以我讀書嘅中六嗰陣時，我睇我就知道有土改呢樣嘢。咁鬥地主頭先你所講啦，其實就係即係製造一啲階級之間嘅一啲矛盾，佢要清洗一個即係土地擁有者地主呢個階級，佢就去叫啲農民。就當地主是仇人啦。你一樣土改台灣個375間租啊之類啊，個土改幾和平嘛？你可以收翻地主擁有土地，農民冇土地係唔合理嘅，係要改革嘅。但係你唔使殺曬地主啊嘛。土地改革運動喺廣東初初召開唔到，因為廣東人嘅鄉村之間嘅情誼比較深厚啲嘛。咪中央咪嫌廣東土改開得唔夠咯，咪派趙紫陽落嚟咯。趙紫陽就話：村村都要流血，家家都要鬥爭。所以趙紫陽死咗之後，香港有好多報人喺處紀念佢、懷念佢。我話全世界人都可以紀念趙紫陽，你廣東人唔得喎，咁唔知殺幾多廣東人。但係講起鬥地主咧，你知而家新一代嘅人咧？他哋覺得鬥地主是一個遊戲。係啊，真係豈有此理到極點啦！我第一次有人叫我鬥地主，我都傻咗啦！我啲咁殘忍嘅事，你都可以攞嚟當遊戲嘅，幾乎反面啊！造成。但係其實你有冇思想過，或者有冇人話過俾你聽？其實點解呢一代嘅人，佢哋首先佢哋知唔知鬥地主呢三個字代表咩嘢？佢唔知呢件事。定係佢哋根本冇感覺，覺得呢樣係可以玩嘅嘢咧？其實土改鬥地主對我印象最深刻啦！我第一篇小説就係寫土改鬥地主。即係用佢做背景，用作對叫做活埋啊，一篇活埋，一篇短篇小説嚟。凡係用土改做背景嘅小説，報告文學、記載文學，真係殘忍到咧，你不能想象嘅殘忍。有啲根本完全無辜噶嘛，真係。但係即係我嘅感覺就係咧，可以啲人將鬥地主變成一個遊戲，就令我覺得其實很多人是沒有一個歷史感，一代人的記憶其實可能在洗腦或者資訊封閉或者信息扭曲的情況之下是埋沒曬冇曬嘅喎。我覺得唔好話冇血性啊，連少少正義感都冇。同如果德國人整個叫做毒氣室嘅遊戲的，就係咯，就係你睇你睇睇你點樣啊？係啊，但係即係算個南京大屠殺啊嘛。啊，但係即係好多人而家玩鬥地主，仲係玩得好開心啦。佢當年其實你經歷過鬥地主啦，但係你自己當日其實你自己有冇都親手做過一啲鬥地主或者批鬥嘅事情咧？有啊，我有參加公宿噶嘛，我哋仲喺學校受訓噶嘛。係啊，佢工作人員唔夠。嗰陣時我哋工作呢兩個字好微妙啊嘛，工作係。包括啲乜嘢嘅做嘅嘢咧？包括我負責寫報告。寫即係唔係落手做？寫報告咧，寫死刑報告嘛。佢鬥完之後即刻打靶啦。即係你親眼目擊一啲死刑，然之後你就要寫翻報告出嚟。寫報唔係報告啊，報告啊。企人俾一個報，多寫。你要寫公佈，今日邊個俾人打靶？難看咗。死刑理由咪之類啦。我話死刑理由寫咩啊？我個上級就話，有街坊軍官就話地主，我話
我地主好像唔係咁幾通喎，地主咩地主咧？強姦地主係定係放火地主，定係殺人地主？我話淨係地主，地主就要死噶啦，係啊！你什麼立場？你幫地主講話？你夠膽駁嘴？你夠膽駁嘴？居然地主就是死刑。係，哦，咁我知道啦，咪先啲你有地主。我貼上去四個戒指，揾支紅筆，大個圈，個話兩話咁樣。佢成個大運動都係咁，佢唔思想俾一個日日要出去寫五六張咁樣報告啊，罪名全部都係地主啊。即係我對共產黨最反感嘅就開始嚟嘅呢個係。貓生性高傲，性格又令人難以捉摸。啲貓奴同個主人起咗一個花名，叫做貓星人。但倪匡先生原來一早已經洞悉天機，寫咗一個講一隻老貓原來係外星人嘅故事。而佢同貓星人嘅緣分，原來係嚟自佢喺內蒙做公安嘅時候嘅一段經歷。頭先講到咧，你話喺蒙古嗰陣時運起你，即係自己做思想反省，同動物都好有緣分嘅嗱。你又有你狼狗咁啊，俾你即係養啦嗰陣時。我運我俾你運喺個監獄裏邊咧，有隻寵物㗎嘛？我唔知邊度嚟只貓啊？係即係我而家後邊先知道，一隻係藍色嘅長毛波斯貓啊。嗰啲毛咧打你打到咩咁啦？我都話你冇嘢做嘛，我就同佢解嘅咧。但係嗰個監獄就真係有個入口啦。唔係監獄啊，係一個咩嚟嘅？唔係一間廢棄嘅，唔知有咩間屋嚟嘅。一間屋要煤要揾木嗰啲撐住嘅，到夜晚黑啲狼圍住咧，哇哇叫。哇 ，OK， 咁但係你又有隻貓陪你，咁你就幫佢即係解翻啲毛嗰啲結。嗰只貓自己出去揾食嘅，一下又嚟，一下又嚟。我都唔知點解嗰地方位就咁樣名種喎，你因為而家放喺寵物店買幾萬蚊都買唔到啊！咁你呢只貓咧，其實有冇俾咗你啲咩啟示啊？靈感啊？後屘我寫老貓咪就即係你其中一本科幻小説《衛斯理》啊嘛，老貓啊，即係《衛斯理》裏邊嗰只老貓，其實個靈感就係在於你當時。唔係，我覺得貓好有靈性，我覺得嗰只貓唔知點解嚟揾我，佢覺得。有啲人講貓其實嗱，即係狗就同人係朋友，但係貓係狡猾啲嘅。你話貓係有靈性。即係有總之個貓好古怪咯，總之貓有啲嘢係人類不了解嘅。係咁，所以就成為咗老貓呢個靈感係嘛？柯先生，你在內地的話咧，做公安咧，咁跟住就逃難咧，叫做逃嚟香港。咁你嚟咗香港之後，你點樣走上即係從事寫作呢條道路咧？其實啊，我從細中意睇書，睇各種各樣嘅書。咁啊，又嚟咗香港，得其所在啦。個所有報紙，各種各樣嘅大陸睇唔到嘅嘢，全部都有有書有報紙，一路睇我咧，一路同其他啲人話呢啲嘢，我即係咁鬥嚟，我都寫出嚟好過佢，俾人笑話唔信。所以我就嗰陣時剛剛開有一張報紙叫《工商日報》，好保守嘅一張，好保守嘅一張報紙。佢副刊推出一項叫做一個星期發表一次嘅1萬字左右嘅小説，係去徵求稿件。咁我用咗一個下晝時間，我寫咗一篇，就係頭先講過，就係換賣，就係講通過嘅。過得兩個星期之後，我去攞稿費，我都諗住有幾多稿費啊？結果俾我90蚊，笑到我傻咗。哇！幾多個月糧咧？即係除下佢。我知，我點解可以有咁幾多月糧？我睇住個稿費，我都傻咗啦。咁你落咗嚟香港啊，從事寫作，你有陣時會唔會即係諗翻你喺上海嘅生活嘅咧？我唔會諗翻，我屋企家庭環境好差。你知道上海而家就發展得好順暢啦，完全唔認得。同埋即係上海當年好多人走難嚟香港啦。咁當年《鏗鏘集》咧就有一個特輯咧，就係講翻即係上海嘅歷史啊。上海嘅冬天好冷，但係天蒙光，老居民就已經上街打太極、洗馬桶。
有啲洗馬桶嗰啲係我做嘅工作嚟嘅。三毛球路兩個五六歲已經失散嘅。上海幾十年嚟景物依舊，不少人仿如生活喺舊時嘅日子裏面。一道象徵文明嘅抽水馬桶同煤氣爐，100多年前已經喺上海出現。都百幾年仲有人喺度刷馬桶。不少住喺上海嘅人，仍然未享受到呢方面現代化嘅滋味呢？解放前公認為東南亞最現代化嘅城市上海，發展步伐點解會停咗落嚟呢？同廣州、北京以及香港相比，呢個地方過去嘅繁榮實在已經褪色了。解放前，劉靖基擁有上海當時設備最先進的紡織廠。解放後，國家沒收他間廠，實行國營企業管理。劉靖基於是失去自己的企業，而中國就整整一代沒了企業家。共產黨解放中國後，他毅然願意再次由香港翻返上海，重新投資建設新中國。可惜他呢次冒險失敗。文革時期，劉靖基太太同劉少奇握手嘅呢張相片，就成為劉靖基兩次被抄家嘅依據。那這是買位，第二胖的，我舍得。劉少奇去你們家裡，我舍啊。勾结在一起了，姓刘的，哎，那些是过去了，这个事情，这个后来玩得来了，这个都拿去了，都拿去了。当时他被安排翻自己工厂工作，不是当厂长，而是做打扫。文化大革命时候嘛，什么人都受点苦，我的苦还可以，因为到工厂去了，到工厂去了，工人啊，平常的做人总要有点道理。这个工人啊，他是这样的，表面上说，哎，工人对你怎么样子？有些工人啊，刘先生啊，你要钱用吗？没钱花，就晓得我没钱了，那都抄家抄去了嘛。我说不要紧，谢谢你。还有人问你要粮票吗？我说有，谢谢你，谢谢你。一个平常时候啊，感情最要紧。过去上海凭住黄浦江优良的港口，成为中国对外最大的通商口岸，外商云集，十里洋场的繁华和文化令到生活在里面的上海人别处一格。他们时髦西化，追求品味学样，爱好西方音乐和外文。因为你懂得一些音乐的话呢，你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那个 taste 就可以从那里得到。十年文革 ，Grace 被列为资产阶级思想腐化。佢着住西方婚纱嘅结婚相，以及打扮时髦嘅生活照，成为红卫兵批判佢嘅证据。得闲同个仔伴奏下，回忆下旧时嘅日子，亦系 Grace 晚年嘅乐趣。Grace 和很多曾经有钱的上海人一样，都希望将下一代教养成才。不过他两个仔因为在文革时代长大，知识水平低，英文差，是无可避免的。 Grace 为了弥补内心的遗憾，现在唯有努力栽培个孙，教他英文是重要的部分。这个什么 good， 这个是什么 bad。有啲有錢嘅家庭真係富貴到咧，真係。嗰啲叫海派啊嘛，我哋即係你知道上海好多人咧解放之後嚟香港，咁嗰陣時我細個我會聽屋企講話啊，邊個屋企係好海派嘅，即係海派呢個形容詞就形容咗即係當時上海
比較富裕嗰批人嚟咗香港嗰啲生活方式，但係你就唔會即係同佢哋混埋，因為你嗰陣時你話你喺上海其實唔係嗰種嘅。派另外有一個意思就係中意衝啊，衝係啊，要派頭啊，要派頭，中意死衝。你嗰陣時喺上海嗰個階層其實唔係同而家我哋見到話啊舊時上海十里洋場嗰種其實唔係溝得埋㗎，係嘛？應該唔係喎，我父親係一個小職員嚟㗎嘛，屋企細佬哥又多，冇乜好啊！我一路到十六歲走出去當兵，當兵之前喺屋企連床都冇一張啊！瞓喺一張唔知邊度執翻嚟嘅一張舊梳化，嗰陣時嘅梳化係彈弓嘅嘛，你未見過呢啲梳化嚇？唔係魚舊係一隻，我下邊有彈弓彈咁啊！你攞起塊嘢下邊會有幾嚿生曬瘦嘅彈弓啊！嗰只舊梳化瞓到一半，你瞓到一半個綁住彈弓個繩會斷嘅嘛？咚一聲，只彈弓會彈出嚟，夾住你。咁其實即係嗰陣時上海其實都係一個。階級主義可能很重，甚至貧富非常懸殊的地方。我哋父母教育我哋，你唔好以為我哋窮啊！我哋有一啖食，唔會俾你細佬哥餓出，已經算好好啦。咁啊係啊，好多地方個細佬哥餓到已經餓到咩咁都食唔到飯，我都有嘅。出去做乞衣之類唔知幾多。好多人都話啦，其實冇當年上海嘅解放。或者是你可以話是停頓，就冇咗後來的香港，係嘛？因為後來香港都是拜上海所賜，所以上海的即係下沉就成就了香港。但係你當日咧都曾經寫過一本嘅小説，可以話係即係一本預言嘅小説嚇，叫《追龍》。係追龍就有都好似有個預言性質，就話東方其實有一個嘅城市遭遇到一個命運，就是佢嘅優點。會消失咁然之後呢個城市就會毀滅死亡，因為係本好偉大嘅、好偉大嘅政治寓意小説。你寫呢本書的時候是不是若有所指的呢？我當然是指香港咯，香港解放就好像上海解放一樣的嘛，你共產黨一來統治，共產黨有他一套統治原則的嘛，所以他們現在討論說一國兩制被破壞了，一國兩制怎樣怎樣，我都幾搞笑。我話你哋好天真，佢話你笑咩啊？我根本唔相信有一國兩制呢件事噶嘛，你有咩破唔破壞咧？存在呢個問題噶嘛？你共產黨話點就點噶啦，有咩叫一國兩制啫？一國兩制係共產黨話嘅，共產黨話幾時靠得住過咧？嗱，冇一句實見過噶嘛，幾十年嚟。你當日咧就曾經寫過呢一段，佢話你要摧毀一個城市咧，你就唔使。摧毀佢建築物，是啊、你只要令呢個城市嘅優點消失，又唔使殺人嘅，只要令佢優點消失就得噶啦。咁其實如果你係即係抱住一個即係預言嘅角度，你覺得香港有啲咩嘢優點消失咗，就會導致佢嘅毀滅咧？自由咯，你唔講道理啦，限制人哋自由啦，俾人哋用生活嘅自由、談話、説話、思想嘅自由，主要係言論嘅自由。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嚟嘅，冇言論自由就冇任何其他自由啦。你而家香港好多好多話，你好似立法會議員講嗰啲話，你唔啱聽啊，你就取消佢資格。呢個完全係我違背自由社會原則噶嘛。好多人咧都有一個咁嘅説法，就會話咧黨係會變嘅。當年一窮二白。咁而家咪好地地，大家嚇即係富起來了咯。咁不如
俾多啲時間佢啦，佢會改嘅。咁嗱，你信唔信呢樣嘢嘅咧？我信都唔信，唔使俾時間佢啊！早十年八年已經差唔多改啦。而家你想揾個共產黨員睇下都幾難咧。係啊，所以我因為共產黨，你如果馬克思見到而家係共產黨，佢即係我哋英文叫 rolling in his grave 啊！冇話馬克思，你俾毛主席見到毛主席都唔知點算啦！一殺曬八千萬共產黨。有一個專欄作家話：李春仁係而家世界上唯一嘅共產黨員，佢帶領工人去鬥爭資本家㗎。係，你共產黨係工人家嘅先鋒隊嚟㗎嘛？一定要鬥爭資本家。你而家共產黨員八千萬共產黨員，大大細細個個自己都變資本家啦，你仲做咩共產黨員啊？所以都話反共反共，我依家唔使反共咯，我冇對象啦嘛，冇共產黨員，我反咩啫？你聽佢提出嚟嘅口號，你就覺得好滑稽啦嘛？實行中國夢，咩叫中國夢啫？人家廣東話話你發夢都冇咁早啦，一日教人發夢，你奇唔奇怪呢？又話復興中國復興，所謂復興就係以前有個好輝煌嘅時期，你後屘沒落咗，你而家又真係回復到以前嘅輝煌時期。但係內地政府眼中真係想而家回復當年所謂漢唐盛世、萬邦來朝。漢唐咪最衰皇帝咯，咪而家咪啱啦，做得冇錯啊！即係所以，如果要復興嘅真係可能，你覺得話復興係咪想復興到皇帝嘅時代咧？一定係佢依家喺朝嗰條路喺度做啊！佢基因係咁樣，當佢掌握咗權力之後，佢要鞏固權力，就唯有實行專制制度啊！佢連一啲啲反對嘅聲音都聽唔到啊！頭先你喺度講到咧，就係叫做中國人嗰個劣根性嗰個性格。我睇翻你，其實你係好中意睇一個作者叫柏楊，台灣作者柏楊。我啊柏楊書迷啦，我啊睇翻你已經三文治黃曬，係啦，三文寫得好深刻。但大男人三文主義其實即係呢度即係個選，即係抄翻幾本出嚟，但係仲有好多。佢講到有一種叫做醬缸文化。講到啊，講到中國人嘅劣根性嘅，但係唔夠深刻咯。即係你覺得比較腰心腰肺嗰種劣根性係咩咧？腰心腰肺嗰種奴性咯。奴性，即係最緊要服從。真係好奇怪啊！你譬如話喺香港，或者係喺海外，完全唔係共產黨統治勢力，完全唔好講共產黨啦，完全而家咁冇，完全唔係統治者嘅勢力範圍之內嘅。但係佢見到統治者自然會膜拜喎，自然會跪低喎。你自己生活過得好好，完全有自己有自能力嘅，甚至好多大富翁、大富豪。佢哋要有一個領袖嘅即係形象，俾佢哋去崇拜嚇。嘴面好難睇啦，係咁樣嘅啫。咁咪咁古怪，你話真係，我都唔明點解嘅。試過應該是新華社前社長許家團先生咧，佢咪試過想邀請你回內地走一走嘅，係記唔記得呢個事情？有咁樣嘅講法，都唔算正式嘅，唔算正式啦。唔算正式。但係你嗰陣時佢咁樣邀請你，其實你點樣去？我話好啊，咪翻去睇一睇咯。俾我做，我一個人就唔去啦。我組織俾我組織一個團體啦。我忽然啊，做咗嗰陣時，我哋。係成立香港作家協會嘛，我話我哋作家協會有好多作家立場反共啊，我哋嗰個團體叫做反共作家回國考察團，咁冇曬下文，冇下文，當然冇下文啦，呢個有下文。但係當年領導人講過，共產黨是馬不倒的。佢共產黨講話你都信。我真係好冤枉，而家坊間流行一句話，話係危香港，話共產黨妓女仲相信得過共產黨。其實呢句話真係好冤枉，我冇講。唔係你講啊，邊度講啊呢個嘢？我唔知邊個講啊？點解唔會係我講？你熟悉我個人都知道，我好尊重妓女嘅，我唔會呢句話對妓女好侮辱嘅嘛。我唔會對佢講呢啲話。喂嗱，話是話。
香港就話有四大才子啊，金庸先生、倪匡先生、蔡瀾先生，其實得金庸一個啫，其實得金庸一個啫。嗱、啊，掛四個啦，唔知邊個講出嚟嘅。嗱、啊，黃沾先生就離我哋而去啦。咁最近金庸先生又離我哋而去。係啦，買少見少。咁你見到買少見少，其實你對即係人生或者係即係所謂生死有咩看法咧？我、哦、生死我早就睇淡咗嘅啦。早就好早好早好好好好學生嗰時睇淡咗啦。我有幾時邊能死亡嘅邊緣嘅唔死得？咁係你喺上邊，即係爭啲都俾人哋。即係如果唔係有人通風報信，可能你都已經俾人哋鬥死咗啦。走啦，鬥死咗，鬥死咗唔知幾耐。我都嗰啲説話過啦，我出嚟俾我自由自在咁樣，唔受任何拘束，可以講，可以想，俾我有個生意五丈，我已經好滿足啦。都而家已經六十幾年啦，我嘅啫，仲唔出翻嚟嘛？真係嗱，有啲乜嘢嘢？其實你呢一生人，你覺得？未做到而做埋就真係無憾，有冇呢樣？我冇嘅，我一啲野心都冇嘅，我好滿足嘅就好容易，所以人哋成日叫我自己做好開心。啊、我真係我唔覺得咩事值得傷心嘅，好容易滿足，好開心嘅嘛。就做人咁開心，俾啲尤其中國人可以喺香港過日子嘅呢、這個真係睇中國人受幾多苦難啊！真係。你覺得中國人？你覺得香港係唔係中國人可以喺度生存？其實最快樂嘅一個土壤咧、啊，當然了、就是、直情係真係冇得再好嘅地方嘅啦，真係可以自由到咁樣啊！真係。咁你會你話我出嚟六十年嚟寫過幾多嘢啊？人我定寫都完全唔受限制嘅。咁嗱，你見到可能而家香港好多瀰漫住好多好。低沉啊！你見到聽啲人講話，年青人對香港前途冇希望，你會對佢哋有乜嘢嘅勸勉或者鼓勵或者嘅寄語咧？係啊，咁樣如果真係要講勸勉，我冇資格啦。我太照我嘅想法太消極啦，因為我覺得你呢個不可逆轉嘅嘛。你香港被共產黨解放之後，你一定係嗱，我好容易中意用解放咧，唔中意用回歸嘅，因為回歸唔係幾痛嘅你嘅詞語。共產黨嚟咗受共產黨管治嘅地方，你點會有希望咧？冇希望，等於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城市一樣啦嘛。佢作用越嚟越細，越嚟越細，到後尾咪而家咩大灣區咧、小灣區咧咁樣越嚟越細，到後尾冇乜大作用啦。剩翻有咩用咧？喺大陸喺度。俾佢哋放啲仔女同埋錢落嚟咯，就係共產黨嘅貪官要用佢嚟換錢啦，攞啲錢放去西方世界啦，你唔係仲有咩作用啫？你香港即係700萬人，少而科多極點啊嘛，真係。你當年咧就試過用一對對聯嘅形式嚟形容自己，就七八十年浩浩倫倫無為日，五六千萬炎炎尖尖。荒唐言係啊，就要嚟形容你嘅一生。一生我就係做咗呢啲嘢，活咗七八十年係嘛？即係所謂心胸啊清明，咁就呢個無為日，即係所謂冇乜嘢要求，咁就過一生。可以生生咁樣五六千萬炎炎尖尖荒唐言，即係但係就不斷地寫咗好多嘅各種各樣嘅問題，各種各樣嘅文體出嚟。陳文散文啊，不過即係電影劇本啊、小説啊，即係各種各樣嘅嘢。我除咗唔識寫歌詞之外，乜都寫過。嗰啲留俾黃沾做啊！嗰啲留俾黃沾做。我分唔到四聲啊！我分唔到平上去啊！四聲，所以我唔識作詞，唔識作對聯。但係你覺得呢兩句説話係嘛？即係你嘅心胸清明，係啊，即係無欲無求，大家帶嚟。我唔係無欲無求，係我知道有欲求求唔到我，求嚟做咩？求嚟做乜嘢？我唔做無謂嘢噶嘛。係，即係嚇。咁啊，即係可以即係綜合到你嘅一生，係咪一個好貼切嘅一個形容？可以咁講啦，自己咁講。我40歲嗰年，我後面金庸寫副對聯俾我。40歲嗰年嗰副對聯幾好啊？係咩啊？年逾不惑，四十年逾不惑係啊，年逾不惑係。不聞不武，不知算什麼？白話文嘅對聯，呢個係上聯啫喎，呢個上聯啊，下邊就時已無多，先得先時已無多，無欲無求，無非是這樣。啊，都好，呢個對聯幾好玩嘅，白話文對聯嚟嘅。關係康先生，可唔可以幫我簽一簽名先？哇，好難得，我直情係1、2、3、4、5、
六七八九十啊，全部有眼。所以呢啲係堅嘅，同埋我唔係特登而家去書店買，因為你睇就知道係冇可能而家去書店買，買唔到啦咁喎，你係肯定買唔到啦。我想我有個問題要問你。好好好，點點點。而家即識你。香港嘅法官係點樣產生？香港嘅法官咧，係從一啲有執業經驗嘅律師或者大狀裏邊係提升嘅。邊個提升的？首席大法官。咁啊，首席大法官係邊個決定嘅？首席大法官咧，就係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嘅。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人命嘅咩？係啊，唔可以中間炒魷嘅，除咗話你嘅黐咗線啊，或者犯咗重大過錯。我咁啊，即係冇咗力量可以制衡法官嘅行為咯。其實係好難制衡嘅，啱。喂，都唔通嘅喎，就係點？喺大陸嘅眼中係唔通嘅。嚇！我都覺得唔通。大陸嘅眼中是不通的，你話就話法官嘅咁變咗法官嘅人質，你唯有依靠法官嘅自己嘅個人操守。正確。係㗎，嗱，即係唔完美嘅制度底下嘅一個妥協，你可以咁講啦。香港政治失衡，你要出去問一下街上嘅一個普通人，佢信特首、信立法會議員定係信法官咧？咁定信法官？咪係咯，即係我成日嘅講法就是香港重視法治，其實唔可以純粹靠法官。當然，因為學你話齋，單靠法官就變咗係即係法官治港，但係啊慘得過香港其他嘅人冇乜嘢公信力。Thank you.